小西胆儿又肥了，竟然敢背着媳妇儿冲凛冬之月。我瞅这架势，再来72，是不是？来，再来72，我试一下啊，再来72，兄弟们啊，一定要帮小西保密啊，千万千万不能跟俺媳妇儿说我在保底这个皮肤传说皮圣诞居的这个就是圣诞这个家族里的东西，知道吧？千万千万不能让俺媳妇儿知道啊，让俺媳妇儿知道我跟你讲，你们就看不到我啊。运气10连，给我再一发。松马一去盖云山，入下寒窗，稳大上飘下北方，山根落在了松花江，青山。80，再来10连。来，兄弟们啊，我这10不10连，再来800了，兄弟们，啥也别说了，单发入魂，来10连，让我们的。出了10连，出了，兄弟们来了，恭喜木神！哎呀，现在显示已获得，我不知道我给没给呀，兄弟们，我去瞅一下，我瞅一眼啊，有这个叹号了，兄弟们，上面有个叹号，应该是出了，应该给了，应该给了，来，兄弟们，来走，看一眼，来。哎，果然给了，来，恭喜木小西获得 PKM， 兄弟们，他说这个典藏。刚才我保底完了之后，保底一个 PKM 的传说皮吗？这个典藏应该是能领取了，咱们看一下。我去，他真能领取一个典藏，这不是妥妥的直接又来一个传说皮吗？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我让你今天不知道你有这么回事，是不是？来，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来，我让你知道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来。我怎么了？我还让你抽盘呢，还没有脸是不是？我没抽，不抽了，别打我了，不抽了。